线上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欢迎回到沈脑生活 Life 沈好康，我是主持人小草。那我身旁这位呢，是我是沈脑的三星达人 Kiwi。 哪有人自己介绍自己啊？真的是达人啊。OK， 我今天就看你有多大。哦，没关系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。它的颜色是就是雾面的那一种？对啊，弄成20这是有三个颜色哦，都是雾面的，叫新雾金、新雾绿、新雾白。但是我们的诺神二十 Ultra 一样有三个颜色，第一个叫新雾金，第二个跟第三个叫做新幻白跟新幻黑。哦，对，它是亮面的哦。就是、看你喜欢哪一种，可是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两个颜色。对啊，我也喜欢这种雾雾的质感。对，而且不留指纹。它旁边侧边也是跟着背盖的颜色去不一样，就是你看你的是这个金色，然后我的就是这个绿色，一体成型的。对啊，连笔都是、哦。对，这是笔啊，不做跳色了。有、哦、看到？金色，金色。哎、欸，我抽出来它直接有东西可以写啊。对啊，你抽出来就直接反应，哎、欸，你是要做笔记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我来展现我的毕卡索。这次啊 ，Note 20 Ultra 有一个叫做亿万级画术的东西，就可以帮助你、啊對。可以吗？像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。你说。对，以前我用就是我的手机拍我的小孩，因为我是个爸爸。对，啊、我带小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啊，可能他在沙滩旁边玩。但是我想同时拍一下，就是整个海景，广阔的海景这样子。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嘛，对。但是我就是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回去裁切，发现哎、欸，我小孩模糊变一块东西在那边。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也是很常这样子。但是亿万级画术这个功能啊，其实我另外有在做测试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我亿万级画术去拍完之后，我要的远景有远景。但是我把它放大去裁切的时候，小孩子的笑容也很清楚哦。还有个更厉害的，叫做专业影片模式。哦，专业影片模式呢，它一来原本的防守阵就有了，但它这次多了更厉害，叫做全指向收音。全指向。对，它整只手机有三个麦克风收音哦。哎，三个惠儿。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对，三个麦克风收音。太神奇了！像它全指向收音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叫做全指向收音，就是全面，对，你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都可以录得到声音、哦。对，但是如果像譬如说你在访问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你照后面，对，但是你想要讲话、我们就可以用全置收音，你的讲话会很清楚。我可以调整哪里收音哦？对，没错。但是假设现在讲话的人呢、啊，是你在访问的对象、你就可以调整后置收音、就可以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哦，但除了这之外呢，它还有其实有两个叫做 USB 收音跟蓝牙收音。那蓝牙收音就是你只要配好蓝牙耳机，你访问的对象或者是你自己戴着的时候，你用蓝牙收音的时候会更清楚。你看吧，哦，拜托，我的胃可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呢。你看我只记了几个字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真的答得出来吗？你只有写什么中，然后主食、下午。对啊，我就只记关键字啊。那我再考你一下，他说他记得住，他说他写着了。好，我们来考一下。好，你说。请问我昨天的中餐吃了什么？你要不要考后面一点的、啊？你不觉得这样太瞧不起我了 吗？一开始就有了。好，那我昨天晚餐的时候吃了什么？好，你看哦。昨天的饮食好不好？你看有没有听到小草的声音？好，我直接点这个哦。晚餐。蒙古烤肉是不是？还有芒果冰。哇塞！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在一个会议，或者说你一场，一个小时，对，一场一个两个小时的会议记录下来，那个效果真的差非常非常非常多。狂哦，这个好狂哦！你刚才说它叫什么？语音同步笔记。我们手机往下滑两次。往下滑，我来同步一下好了，我也要学。好。往下，对，可以找到一个 desk 的功能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我点。点进去之后，立即启动，马上就好了。哇，很快哎！你点完之后就马上好了。对，屏幕跟我的手机其实是没有同步的哦。哎，为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上面在做什么事情，跟我手机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它不是镜像哦。它不是镜像。那大家记得每周三都可以锁定我们的 Life 沈好康，沈脑生活等着大家一起来抢好康喽、拜拜，拜拜。